我们知道连胜文前几天帮立委赖世鹏来站台，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昨天的一场记者会上，特别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，他有感触地说，作为父母，我们是不甘心的，也很舍不得家人都劝连胜文婉谢浮选的邀约。不过连胜文如果衡量自己应该出来讲话， 做父母的也只能表达意见了。而对于所谓的舍不得、不甘心，他还提出了这关键案情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具体的结论。他认为应该要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，不过也尊重连胜文的决定。